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会让你进群的话，直接私聊这个网管。他这个是纹身吗？还是破了？全军出击！大洋前的最后一杯。王森打野，嗯，这小丑要搞事？被发现了，搞不起来了，这好痛的，还没吃到，吃他一个盒子，掉这么多血。赵信辅助，上路和谐，不跟他争。时光就要开始了，争不过，打不过瞎子。他只要技能放的对，我打不过。他蛤蟆应该吃好了，我可以直接去下路。看到他了，嗯，也可以赢他一波。来，这波我先走，可以的。啊，没人来，没人来就算了。来一杯吧。没惩戒啊，没惩戒。哎呦，我看到一个残血的，那个杀不掉，他有E，有闪，算了，我吃他大鸟吧，他大鸟是没打的。斗殴时间到了，这波队友不来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上玉龙，不一定能杀了。我得一闪，好，可以。他交易也没用，好，我一给他准备好了。抓波上，现在盲僧在下路，避开他。我们的小丑有点难，这波是个好机会，但不一定杀得掉。好，他被塔打了一下，有机会了。我现在有红 buff。小丑，好，缓速 A 他缓速，喝口酒 ，B 他个闪现，杀不掉了，杀不掉，我捅太慢了，我帮他推波线，帮他推波线，确定这个金刚已回家，他应该回了，他不回我再来，盲僧没血。吃一波回家了，我得补装备。他的状态不好，他这波刷完野怪是肯定要回的。把这个大鸟刷了再回去，把这一边的野怪都刷掉啊！然后我们回城去下路，又是两组野怪。
发育的就很快。这边就不吃了啊，这边出来再吃，然后顺便抓波下，正好结合我们的 gank 路线，可以先来一个这个，再来一个鞋子。哎，这把掠食有点大，4-1，全部都是掠食。古拉加是可以 C 啊，这个英雄路人里面是可以 C 的，不用担心，他不像萌生，小心他的鱼人啊！我先炸他一下，哦，定住 ，E 不要交 ，E 不要交，顶他，这时候可以交，没办法，差不了啊！但是这波他很伤，因为他的红丢了，可以能杀掉吗？感觉不行，这个眼看不到我。我是大红，不好意思，没想到我会追过来吧。先拿了红，这波先拿红，这波不要打，这波是打不过的啊，这波是打不过的，因为我们的维加残血离得太远，拿了红再说。炸开就好啊，强行拿大红。这边两个残血，但我过不去。这波其实我的队友会怪我是能理解的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波要打，但是我知道这波打下去的话，我们是肯定输。好，开始了，800。我们这种英雄要打，就一波一波的打啊，因为我是靠小技能的，这个你追不了我，我还有闪现，我在勾引他们，他们不知道，我给他打啊。很好，继续追啊！你看我这个小技能慢慢打就很舒服，你看血量控制非常完美啊！好，够了，啊，这一下就把他们打大了。像刚才那一波我不去打架，队友会觉得我不应该，对吧？但是那个支援一看就知道打不过，再加上我们的队友和就是发育的情况啊，以及在前期对面的这个组合威力是肯定打不过的，我也没有等级优势，所以那波是打不得的。那波撤掉就行啊，撤掉就行。对面优势太大了，不能去打人数相同的这种战斗，更何况上把还是他们人数有优势，这个不能打，要打迂回。感谢酒后巨朋友的飞机大火箭，谢谢酒后巨朋友，感谢感谢。他的盲僧已经炸了，小丑这个英雄呢，不要太多的去帮，因为这个英雄首先。偷了我的红，那你怎么偷？哎，你看不见吗，兄弟？好，他死了，大招空中炸死啊！你看啊，在这种情况下啊，我都跟他打的什么五五开，对吧？我等级比他高，装备比他好，我都跟他打五五开。所以你看，如果要是我跟他是一样的状态、一样的等级呢、一样的装备呢，我肯定输，知道吧？要避其锋芒，这个游戏有很多英雄在前期是很厉害的，有的英雄在中期是厉害的，有的英雄是后期厉害的，所以你不要看到什么架你都打，你明显打不过。就像小鱼人这种英雄，对吧？你像小法师这种英雄，两个就是完全两个，就要开始了，战斗力就是两个级别的，在前期你怎么打，对不对？这两个英雄定位不一样，打法也不一样，这个下次再偷龙，他死了，小心死了。
经死了，瞎子在打龙，瞎子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玩了。啊！都时间到了，这个我接受不了，这我接受不了。他一个天音波罢了，这波我们得，我没大，先给一套，好，先杀一个小脆皮，喝酒跟着后面走 ，A 一下，继续跟着后面走，不要 A 他，给一个桶子，好，撞一下，再打死 ，A 死，好，继续，没事的，给个桶子先缓住，没缓到，他就一个人，我追不到，算了啊，这个龙丢的我真的是很难接受。你凭什么？你看到我你不跑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这波看上去是我空打，其实是对面麻瓜啊。这个我要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我的队友在身后，我又是八级，上来那套爆发打到他的身上，他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后撤，而不是跟我打，他是不可能赢我的。但是对面是麻瓜，他不管啊，所以他继续捅我，那么就会导致我空打。但是技能释放的理论上来讲，我是没有错的啊，我是不应该空大的。这对面是认头青，他不什么都不管，那就导致我空大。那我刚才放的那个位置是非常好的，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我放的位置是正好他要往后走一步，然后我一个极限的炸，啊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大招，明白吧？所以如果你没有看懂的话，你会觉得我这个大很捞很菜，其实你懂的话你就知道我那个大是完美大。别跟他打，好，这波可以，对面的血量低了，但是你不要说为什么你找不来，没有这么一讲，你找来别人不会跟你打，懂这意思吧？他跟你打那就是他有问题啊，浪费闪现啊，浪费闪现。不是找不来这么一说，你找来别人不会打成这样局面，你懂吧？感谢狗脸狗脸样儿儿的飞机。下一条龙我们要收了啊！峡谷先不吃，峡谷吃的有点慢，酒桶吃的有点慢，而且收益没那么大，塔皮也没了。好，这个下路是最肥的啊，这 EZ 和鱼人是最肥的。我们要针对一下了，盲僧已经崩了，不用管他。盲僧这个英雄越往后打越垃圾，他还崩了，基本上就废了。但是下路我们搞一搞，我们现在小法师不太厉害，这波上，兄弟，别放他们跑了，先杀他，就杀这个，哎，先解决一个再说。好，没有大，没有大，没有大，先给他一个缓速桶，我的大马上好，顶一下，好，边缘 OB， 大招收掉。小心他摸眼踢，炸一下，顶不了啊，顶不了了，他有那个了。你敢踢我吗？我给你踢。你敢 Q 我，你就死了啊！我有闪的，我可以勾引他。好，他上他就死了。这是必死的啊！因为天音波这个技能，在滑行的途中，我们的肉弹冲击就可以将他打断，导致他的回音机是没有伤害的。所以哪怕我只有一丝血我都敢这么做，明白吧？哪怕我只有一滴血我也可以这么做啊，这就是对于技能机制的了解。艺高人胆大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准备控龙，峡谷不吃，像这种战斗很频繁的这种局，
吃峡谷有点耽误时间啊。峡谷这个东西呢，在段位高的局它是作用非常大的，段位越低峡谷的作用越低，它跟龙是一个道理啊，跟 buff 是一个道理。所以也就是说我现在打这个段位还没有必要去争峡谷，但龙还是要收啊，因为龙的话触发战斗，然后后面的远古龙蛮厉害的，杀人出可以出，其实现在这无所谓，可出可不出，出也是赢，不出也是赢，都一样的了啊。哦，我们的2000红包还没抽，马上开抽。好，我把红包给抽了，等一下先把野怪抽。这个盲僧现在就无脑干克了，盲僧有个蓝 buff 可以去找他一下，这波他在这里啊，一套可以秒杀，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偷他。我被看到了，好，这波闪翼是可以的，踢我没关系，我还有大招，来，都得死啊，都杀，好，大招，哎，这个导致我金身开不出来，正好抽个红包。说实话，我是有金身的，然后呢，我后手很多，但是正好在击飞的时候，一泽的大招飞过来了。你说他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计算完这个配合吗？其实不是啊，这个明显是一个正好，就是。来个2000红包，欢迎大家参与，一张办卡即可。321，开抽。这个说实话就属于意外啊，意外。这是属于不可控因素，知道吧？我是在不可控因素情况下阵亡的，这不能说我菜啊，我该算的都算了，但是这种你没法算，对吧？这种全屏的东西你没法算的。因为全屏的东西都是靠运气的，你不要说技术，没有技术可谈啊，没有哪个敢讲我全屏的技能是有什么技术，有什么计算，这是没有的啊，不可能的。对面的红，我可以，我得先收塔了。我们现在人头有优势，但是这个塔。退的太少了，开始了，尝尝这个超过2000码的技能，你不要谈什么技术啊，没有技术可言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人是活的，在整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它是随时可以改变的，你所以就没有算法，知道吧？你是不可控的。但是短距离的技能它是有预判的，你长距离的你不要谈预判啊，没有预判。短距离有预判，为什么？因为短距离这个呢，就是在一瞬间的话，你能够知道对面那一瞬间他是怎么个状态，他是怎么一个想法，他下一步会往哪儿走，这是有预判。因为是一瞬间嘛，你是可以控制的。但是时间超过个两三秒的，你预判你扯淡啊，那就扯淡。他的盲僧在啊，我等下一手接你。这是真的硬，赵信作为一个辅助，他能这么硬，我也是。是真的硬，算了。准备小龙，
我们先把这个塔收了。对面赵信有点莽夫的，其实他这样的打法就是给我们双杀人出啊。欢迎大家参与抽奖啊，一张办卡即可。我要刷杀人出，反正他们不怕，不怕阵亡。我先去拿龙啊，这个龙看他们争不争，可能会争。他的队友都是优势，他的下路很肥，这一泽很肥，所以他们还是会去来争的。我提前可以埋伏一下，像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吃头。我们在这里给个针眼，好，扫描没有好，扫一下，我没有被眼看到。这个闪现要跟的啊，哟，亮飞闪，那我就可以。他愿意交闪，那我们就给他一个大招收尾。像刚才在滑行的途中，我们通过反应已经是吧，看到了那个 E 肉弹冲击已经撞不到了，他叫出了奥数千月飞到了这个九点钟方向，那我们补上一个闪现就可以。但是这个速度要快，你稍微慢一点的话，你的肉弹冲击的击飞效果和伤害效果都没了啊！一定要等到，一定要在这个肉弹冲击滑行结束之前交出闪现，它才会有伤害和击飞效果，所以这个反应要快，你不能闪过去罚站。好，这波我们可以继续战斗，我卡一个视野应该是打不起来，撤了，退回去刷野怪。我们古拉加斯对于红和蓝的依赖不大啊，刷野怪才最重要的，这小的野怪才最重要的。好，可以搞。好，哎，坏了，我出问题了，这波是真的是，就是。为什么会出问题呢？我金身开不出来是因为被控制了，出问题是因为我的肉弹冲击被小兵给挡住了，他的肉弹冲击背后和左右的宽度比较宽，所以你附近有小兵他都会，当我要把它作为一个位移来用的时候就不行啊，就被挡住了。这个赵信有侵蚀，哇，这盘不能大意，这盘不能大意。还有最后四分钟，欢迎大家参与抽奖，2000块大红包。对面好肥，对面青钢影好像也挺肥的啊，15级，他补刀多，这个是个高手的。其实你看一个人打得好不好，你不要去看他杀了多少，你看他的发育，你看他的补刀。我有金身，没 K 到头。我有杀人术，我的大招比较慢啊，他的这个爆破酒桶啊，比较慢。酒桶被削弱过，以前古拉加斯在放爆破酒桶的时候，他的抬手动作是很快的，现在比较慢了。他有个抛物线，这其实挺伤的。这个是个莽夫，刷杀人术的。好，继续我的下波肉弹冲击，刚好他死了。我有近身，哎，像他这种打法就是被我们刷杀人出的，也正是看中了对面有莽夫，我们早一点出杀人出啊。来一杯吧。对付莽夫的最好的装备就是美甲的窃魂雀，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稳，你也不能成为莽夫。确定能赢他再跟他打，赢不了不跟他打，他自然会送的。我们的巫妖要做够了，
巫妖对于我们的提升还是很大的，附加在这个醉酒狂暴上，那一下下去打伤害很干脆利落，回家无敌了啊！我现在无敌了。我们再来个鬼族莫雷洛密点，减少对面的治疗，不然这个赵信神头鬼点。还有最后一分四十秒，欢迎大家参与抽奖，顺便加入粉丝团啊！一张办卡，到野区阴一波去。这个看情况啊，打不打看情况，看队友怎么说。队友全丢了，哦，他们上了，我来了。这边先保护队友，顶一下。他是莽夫，莽夫就是刷杀人数的，很好。我走位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波我没有第一时间去杀，这个 EZ 多聪明哦！他交出了闪现，秒掉。我有金身，我还有肉弹冲击，其实他们杀不了我。他们杀不了我啊！我心里有数的，我先回口血，我先回口血，我在这里卡着位。看他们会不会上头，会不会上头？好，上头了。啊，这个没法上。像这波我要硬杀，一则死了，但是我也死了。我的刀只能收一个，我没有后手的淘宝技能，没有金身，所以我一定会被换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换了他，我很亏。感谢金轮降临我身边送上的飞机，还有最后二十秒开奖。我不能跟他换。田忌赛马你懂吗？我是上等马，心里有数。换的话会很亏。这个龙没了，这龙没了，不用想了。他们一泽好肥，这一泽绝对是个高手。他的段位起步有这个钻四、钻三、钻四。恭喜999不在低史的。获得这个红包，恭喜！我们现在其实团战不好打啊，他们这把的水平是两个极端啊，有那种比较菜的，有那种打得比较好的。等会我们团战要盯一下，我们站在旁边阴一波，让对方有个安全感。感觉上没人，其实有人在埋伏。好，小鱼人上当了，小鱼人上当了，你敢乱，烫死了。行，慢慢推，一环一不亏，我加了两层书，一则有复活甲了，没事，别怕，我先给他一套，大招收一个炸一个。好，我先拉开，不要打，哎，风筝的打，看到没有，很聪明啊，不要一股脑的打，我们这个英雄就是靠小技能，蛮吃肉弹冲击的，所以要等E好，肉弹冲击的控制很重要，不是伤害。24层数，我们回家一波吧，撤吧撤吧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这种为什么不出帽子？我们对于法强的这个依赖不是那么大啊。其实更多的是什么，他不是说一下子爆发，你看啊，他的加成并不高啊，我的法强543，我们伤害多少，800多，对吧，对吧，这个呢500 600，其实蛮高，嘿嘿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这种功能型啊，减治疗啊，巫妖的这个爆发啊，帽子其实有杀人书了啊，也不是那么依赖的。
紧治疗就显得更重要。走个位，有肉弹冲击，好，落地先收一个，等下波技能。你看我是一套一套的打，哎，我是一套一套的打，看到了吗？我在勾引他们，他们上当了。我开个大招闪出来炸回来，交给你们收掉。哎，就很细节，对面的根本出不来。好，撤了撤了撤了，再不撤要被那个了。我们可以下去推个塔，我吃个果子马上就来。他的一泽还在后面，状态很好，有复活甲，这波一泽会下来啊，一泽一定会到这里来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蹲他。哎，有眼，算了，吃他一个红吧。好，我们准备大龙小龙啊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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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现在装备已经满了啊，这个时候就不能拖他，现在每拖一分钟对我来说都是不利的，我的经济已经满了啊，等级马上满了，所以对我来说很不利，但是对面是都在不停的发育，那一旦我们全部拉到统一起跑线的时候呢，我更多的时候要吃队友了。你们发现这个伤害非常的恐怖啊！来，大龙 B 团很重要，不能拖，拖下去可能会输。对面后期很猛的，直接打的话呢也是可以啊。他们的盲僧死了，但是对面肯定会知道要过来。我们其实打这个啊很好，他们鱼人下去了，有踢吗？没踢啊，那这个大龙收掉了。现在先打龙，别管。来来来，好，看到也没有用了。小龙再收掉，抱团推一波，出帽子就不用开大。嗯，你说的没错，你说的没错。但是你也不要忽略鬼叔的这个减治疗和他的加血效果啊，每个装备都有用处，只是看你对阵不同的英雄出不同的装备。这一盘的话，我们帽子和鬼叔都可以出，对面这个吸血啊、治疗啊什么的都挺恶心的。好，他的一泽复活甲掉了，好，顶死。七，我还就那个叫什么呢？就醉酒狂暴。你看这个减治疗多重要啊！顶他。哎，我被什么打死的？抱团推呀！抱团呀！抱团，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。2000块，这波其实没有把高地推掉不太好，又拖住了啊。现在换帽子换不起，换不起。吃个药水，我们去吃个蓝 buff， 现在蓝 buff 绝对可以给我。书卖了也不够，等够了再换。啊，如果杀人书掉了的话，这个提供移速还是很好的。最终好，这个小人有点坑啊，他一个人杀出来的，他觉得他可以，其实他这样很坑的，他的队友都不再脱节了，都得死，很好，逮到，逮到一个一下的 S， 大招不用放，你看看我的伤害，非常的夸张，我还有大的，我可以把他的队友炸回来，我们可以考虑再推一下门牙，继续拆，甚至可以一波，如果配合的好的话。
青钢你不用管他，他敢上我就把他炸回来，不用理他。好，顶一下，给个小技能，大招炸回来，炸死定我没有什么用啊，我有金身的，还有肉弹冲击的啊，很好，游戏结束一波了，十秒钟复活一个李青没什么用，李青很弱，这波把一泽杀了的话是很重要的。搞定，舒服。我们的古拉加斯还可以啊。